这是一位丁同学，他说弟子心达了，这是大概是发明，说恳求老法师狠狠骂我一顿，只要你老人家才能帮助我消业障。因为我曾经犯过杀盗淫方面的罪过，尤其在邪淫方面的三业之罪更为突出，我要在这一生当中成就，说只有你老人家了。这个说法不正确啊！你要真正想在这一生成就呢，要学善财童子要说善财童子，任何人在教训人，你看到了，你听到了，都是教训我，这样才能成功千万不要说是，哎呦，这是他教训别人，与我不相干的，这就错了。善财童子一生成佛秘诀，就是直下成道。那谁骂他呢？他就专门找人家骂人的地方去。他在那听，那都是骂我的，句句都是骂我的，句句都是给我消业障的，这个才行啊！我们不是天天在一起，天天在一起，我也不会骂人的。骂人不是好事情所以这个要懂得，要会学佛门里面常讲的善学你要会学。